各位委员，然后还有我们内政部的这个好伙伴哈，那这个案子已经讨论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仍然这个很愿意再花更多的沟通，然后让实际问题可以解决，然后也避免社会的争议。我想出发点是这个样子。那我要再次提的就是说，不管是我的版本，或者是先前已经有共识邱毅颖的版本，其实都是以解决问题为要了哈。当然以24条为例，就是说现在其实超高龄社会来临哦，其实事实上那种身故啦、往生啊、过世越来越多，所以事实上就没有办法，就是极度饱和情况之下，在那个殡仪馆附近的这样的一个会馆，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必要让大家追思的一个存在。那我们先前其实也讨论过很多次，甚至本来已经进院会一次，然后后来就是部里面有意见，所以我们身为执政党自己还把它拉下来重新讨论。那重新讨论之后，后来你们也经过了一些调查，然后1000公尺，那1000公尺在上次苏院长主持的协商里面，有很多委员认为太大了，好，这样子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呢，这次我们重新再来，待会请你们说明你们看的版本。那这个另外就是吴其明委员，他认为火葬场的部分没有实质的需要，好，而且会有这个居民的这个抗争，那所以这次看起来也有把它剔除，好，这个待会请你们也一并说明一下。那再来就是那个另外一条是，哦，52条的部分呢，因为先前我们在审查的时候是从保险法的规范出发，那后来呢把它再限缩啊，就是让它变成是投资的范围限缩，但它这一条的目的其实也是在于解决那不合理当时的规定，就是说它的投资项目本来是国外可以，就国内的这个投资反而是不行。那造成的变成说，在国外高风险的，它其实变相可以投资，但国内的反而再稳定的都不能投资。所以我们这次经过了金管会跟内政部跟委员大家的讨论，有限缩了一定的范围。但后来因为郑明忠委员他有提醒说，他希望要有分级，对，然后后来才由内政部跟金管会去列了一个所谓的10亿元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级别。可10亿元以上的级别呢，却变成的是让大家误解为好像变成是某某公司条款，因为只剩下一家公司可以适用。好，所以呢，待会我们来讨论看看说有没有要分级是郑明忠委员的坚持。那这个分级要不要把它放宽，变成说不要变成是好像是只变成了很少数公司可以适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待会一并讨论一下。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先从24条的部分，请内政部说明一下你们最后再去跟地方政府研究了解以后的你们提出的草案建议？好，谢谢主席哈，然后各位委员哈，大家好。我想内政部大概经过了跟地也在跟地方政府在做过一些调查和协调之后，我们现在提出的版本是希望是以距离殡仪馆周边200公尺的这样一个概念当做基础。那如果说地方政府认为还有比扩大的需要的话，我们允许他们在自治条例的方式底下把它扩大到500公尺的这样一个范围。哦，那其他的部分大概就是跟委员的版本的内涵就大致都相同，大概做这样的补充。那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做200公尺这个范围，我们也调查过各县市的殡仪，就是这个相关的会馆的那个分布，大概在200公尺范围内已经可以涵盖现有大概67%的会馆。都已经在200公尺范围的了，所以说后续大概一种是让他们外面的可以搬迁进200公尺的范围。那当然有些特案，例如说台北市的二殡，那市政府就会希望认为说200公尺范围内根本没有空间嘛，所以可能他们希望能够到500，所以说我们才会有这样一个200到500的这样一个调整的这个机制在里面哈。以上。好，其他的委员有没有一个意见要表达？非常高兴，我们的赵天麟委员哈，以及我们的处长，针对我们的殡葬条例哈，第24条哈，就是我们的火葬场啊，火葬场这个当初的设立哈，要设立那个范围，因为火葬场都在山区嘛，在偏远的地方哦，所以比较不适宜。但是我很高兴说，今天我们的赵委员哈，将这个火葬场给拿掉。因为火葬场本身哈，它的周边哦，大家拢住底下，大家拢吼面临着讲吼，咱的火葬吼，这个空气污染也好，吼以及每天哈出入的吼一些礼仪车，
哦，所以造成一些噪音的问题。所以讲，伫这个部分会当提掉哈，这些当讲造福的火葬场周边哈，民众不要再哦二次的伤害，不会话造成的恐慌哈。啊，所以这点哈，我非常的赞同。啊嘛，真感谢哈，啊，咱的赵天麟委员哈，啊，所提出的新的版本，好，伫这个部分哈，啊，本席哈是非常的认同哈，大家谢谢。今天这个草案是经过上次苏院长他的协商后，有这个内政部再去从通盘检讨以后提出来的草案，好，所以我可以接受啊，但也倒也不是我个人的创建，就是经过各种审视之后的一个版本，好，大家参考看看。那个我们赵委有没有要补充？那陈委有吗？是，您是催生者。这个陈先生委员算是我们委员里面最早提出相关改革的委员之一啦。我看邱颖委员也很早，你们都算是比较早，那时候我们都还没有进立法院哈。对，那这个其实都是在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委员啦，要不然这种事情其实吃力并不讨好，但是你实际上就是有这问题要解决，所以我觉得不用忧缠未解，还是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啦。好，那因为今天并没有太多的其他党团委员来。不过我想既然大家都来，我们还是进行一下讨论。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个条文看起来在座委员是比较没有意见的哈。那我只是因为我想一定还会再开讨论协商，甚至党团之间都还要再讨论。我只是在提一下说，我觉得200会不会太限缩到就是从1000突然剩下200的这个概念哈。我想这个再想一下。好，那我目前没有办法定见，但是我们再想一下看看。好，看看原则这个方向我支持了，那再想看看。要不然24条先这样子好不好？那再来的话就是那个52条。好，那52条的部分的话，因为你们没有提出这个再建议再修正嘛，那我是不是自己主提出说要往下降的这种空间的部分，你们是不是也有去研究过说就是怎么样让它达到？我要再次强调一次哦，当时我个人原始的版本是没有分级的，对不对？那所以呢，就是说一定要避免造成误会，说好像变成说是我的版本列出了一个只是用一家公司的，其实并不是，那不是我的版本，对不对？我的版本当时是没有分级，是曾明忠委员他当了监管会主委，他提醒这样的事情要有分级才得便于管理，对的，这个大家一定要回溯一下这个点。那只是这样一分级下去以后又变成只剩下一家公司可以，所以我是不是建议你们有没有研究过说可以往下降的这个空间，让它稍微放宽，让相对体质都比较优良的他们其实都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资产的这样的一个活化的部分。你们要不要说明看看？跟主席跟委员报告了哈，因为当初我们之所以会考虑到，用一个资本的10亿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当然因为当初这个条文是参考保险法的规定来的嘛，那我们都知道保险法基本上它资本的20亿以上哈，它是一个监理蛮严格的一个情况下，所以它在投资方面它有比较宽的那个规范。那所以说我们后来在考量到因为这一些包括整个殡葬的这一些生前企业的这些业者都是地方政府在监理，他的一个能力基本上是受限的，所以我们当初才考虑说那我们就把那个保险的那个20亿折半，用10亿的标准来看，是当初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定下来的。然后那另外一个当然考虑到也是考虑到说它的一个服务量能一定要到一定的程度，信托本金到一定的高度哈，那所以说我们后来觉得说用这样的一个标准至少要5亿以上才可以这样来处理啦。那这里当然我们也都知道目前来讲业界达到10亿以上的，但只有一家了哈。那其他的当然也有一些达到6亿，但是像它的标志，但是它的争议就非常多哈。大家所知道的，
在苗栗有一家嘛，它是主要是在苗栗嘛，哈，它用所谓的类似传销的模式来运作的，所以包括现在的一个消费争议非常多。那我们如果没有一个一定的一个标准去限制的时候，类似将来这一些业者的投资产生的争议，会政府没办法去做控管，所以我们的顾虑是这样的哈。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定的标准只有一家，但是后面的如果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它还是可以到进到我们这个领域，所以我们的考虑还是维持。当然，我们委员如果说觉得需要降，我们再看怎么样。但是我们实际上现在爬梳过我们所有的业界所有的这个部分来讲，包括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大概也好像也目前只有一家了，其他各家目前都是采取比较稳当的定存方式在处理，所以它的一个争议会比较小。那这个我们之所以会这么保守，也是主要考虑到对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因为毕竟75%这个信托的这一些金额，万一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消费者随时可以领回。那基本上不要因为有一个投资产生太大的一个风险，所以会有这样才我们才会采取比较这样保守的规范，然后所以这个部分也请为这个了解。以上我们报告。好，这是两个层次的，第一个就是可以投资的项目，这次等于算是开放国内的一些项目，可是经过了你们再三的研判，你们这次也没有提出再修正的，代表说这一项你们觉得相对其实已经是稳当跟保守的范围，这第一个要厘清，所以你们也并没有再提出其他的修正嘛，只是刚才讨论说十亿要不要再往下降，你们目前的建议是还是维持嘛？你认为第一个或许业界有需要的也并不多，第二个如果降到5亿，那6亿以上，你们认为目前就有一家很争议的公司，它就会被框进来，对不对？你们的意思听起来是这样，所以你们建议先这样，那你等到自然你的业者成长到10亿以上的人，你自然都会再进来这个部分。好，我了解你们的意思。那陈委员有没有那个？这个条文是，照理来讲是要与时俱进啊。当时是从严，因为很担心，因为这是人家一生的这个钱都交在你手上，那人家走了以后，你把人家滥用怎么办？那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你也看得出来，每一家公司的体制不一样，他也不能用一套法规来规范所有。就像旅行社租车，他一定有各种不同层级。那我给你不同的这个营运规模，但也有不同的限制，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他要与时俱进来调整了。但是今天因为来的委员太少，我就觉得还要再凝聚更多的共识。但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他是有检讨的空间的，因为以前确实那时候倒的太多了，很多艺人公司吸很多的钱就跑掉的，所以当时我们从严100%是正确的，好吧？我这个给大家做个参考，谢谢。那这样听就是了解你们的意思了。然后目前这两条，因为今天来的委员不够多哈，所以我们是怎么样？就是刚才这24条我们就照着干嘛吧。那52条是不是用保留的方式？看看。哎，我们现在52条、跟34，就是已经有共识那个、啊，他现在是分开了吗？还是一起？还是在一起？现在不能分就对了。好，那要不然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两条都先照这个内政部提出来的这个版本作为今天的一个初步结论、然后但是我们还要再沟通、就是说党团间啊各个委员间再沟通、凝聚更大的共识、也不能仓促过关，那但有共识以后也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用这样来做结论好不好？好、先就尊重你们今天提出来的点、反正其他委员到时候在沟通的过程有什么任何意见，我们就再来调整。好，那今天就这样。 好谢谢。